今天的主题是替小型沙漠玫瑰选盆大小的方法，分别是6寸盆、7寸盆与8寸盆。这个是我测量出来盆的直径，每个相差就是1厘米左右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演示如何选盆，首先是6寸盆。6寸盆直径是 13.5 厘米，大约3至4厘米左右，植株大小适合种在6寸盆。或者用两根手指量距离也是可以。接下来是7寸盆的演示。7寸盆的直径是 14.5 厘米。植株的直径大小介于5至 5.5 厘米。用手指测量，证明宽度大小刚刚好，两根手指距离即可。最后是8寸盆的演示。对照记录，8寸盆的直径在 15.5 厘米左右。8寸盆植株直径大小介于7厘米至 7.5 厘米左右。在养护沙漠玫瑰，盆的大小对植株生长速度也是有很大关系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